我不是在看星星。那你在看什么？看女生洗澡吗？学长，你过来看就晓得了。我看什么吗？哦，原来是一只小鸟啊。哎，哎，光线这么暗，可是却看得很清楚哎。这个设备就是美军目前正在使用的星光夜视镜。如果说用这个看的话，马上就可以发现那个黑色的可疑气球了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不太妙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是说这个东西太神奇了。怎么样，学长，要不要跟我一起找热气球，好好的表现一下？不用了，哎，这个表现的机会就让给你好了。嗯。哎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哎，阿俩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只是因为你平常帮我出点子赚钱，所以想送点宵夜来给你，算是表达谢意。哇，你今天恐怕会加班呢，你在这里晃来晃去，万一他们起了疑心怎么办？啊，是面摊的老板呢。嗯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刚好觉得肚子好饿哦。啊哈，就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面摊的拉面，很想吃吃看呢。嗯，啊，拉面的味道好香啊。哎，原来卖拉面的面摊构造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这个家伙是中川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他当警察呢纯粹是为了好玩了。这个小子平常几乎很少吃拉面的。我才不是为了好玩才来当警察呢。对了，他们说的那个可疑的热气球也是在卖拉面。